消防车来救的时候就八点多了。八点多了，他人就是烧死人了吗？人都烧死了还可以说？人烧死了。那死了小孩是吧？几岁啊？几岁我还不太清楚。他们的东西都烧完了吗？今天早上拉都拉走了。谁拉？哪里拉走的？我死我们的小孩子死了啊！小孩子死了。小孩死了。在屋里睡觉，他着火了，他自己跑到厕所里面，不管小孩子。那小孩跟他父母关系怎么样？他姐很好啊。是吗？他我见了他老婆，那个老乡都，他说他跟我说，他说我儿子好像读书，他就搞那时候给他背心，给他去做事。他说这边没有钱，他说有钱了就让他学习，让他上学。他俩公婆关系怎么样？好吧，他俩公婆关系很好的，挺快呀。他很平常，他老婆有时候不舒服，他老公老是跟他做，他就在家里有时候带着小孩。